lemon grass juga.金和竹草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吃什么。啊，鱼片也是有，是烧鹅甘香鱼片，哎，价钱还 OK 哦，大众化。这里的图片看，虾菇麦片，喂，有梅菜扣肉，看梅菜扣肉，咸鱼花腩煲也是不错。啊，咸鱼花腩煲，叫叫杂菜汤啊，啊，杂菜汤，蛋叫什么？三环蒸蛋，苦瓜蛋，芙蓉蛋，我喜欢吃芙蓉蛋。这个是鸡，有泰式鸡扒，哎，这个全部鸡扒。这里吃除了竹草哦，它还是有这些炒粉类的东西。套餐饭啊，炒粉类都有。而且价钱都很大众化，不会说很贵啊。好，麻婆豆腐加米豆腐，还 order？ 要 order 这个鲜鱼花腩煲小的，杂菜汤小的。杂菜汤是炖汤，炖汤是我在冰箱里面炖的，用排骨炖的。今天我有两种，莲藕排骨汤或者是白萝卜排骨。哦，你要哪个？什么莲藕排骨汤？莲藕和白萝卜排骨。白萝卜，莲藕啊，莲藕啊，啊，莲藕也是排骨啊。OK， 然后你要哪一个？这个？泰式鸡扒，泰式鸡扒，会推荐哪一个比较好啊？鸡肉我最出名是这两个，香茅炸鸡啊，跟虾酱鸡，拉炸鸡根，柠檬炸鸡根，这两个比较出名。哦，这个是鸡丁肉啊，是鸡肉，整块的。整块的。哦，拉炸鸡，这是香茅鸡。哦，这样我要香茅鸡了啊。香茅。啊，香茅鸡啊，买这个。好，我们介绍香茅鸡好了。OK， 要饭两个，白饭两个，要水。今天熬了玉米。哦，玉米啊？对，可以。你要卤几个？然后剩下煮的是剩下玉米啊。一二三四每天换，今天是玉米。哦。今天是玉米。第五开始才有的熬的。哦。一二三四是每天换。是前面是用是每天换来换去煮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让我看一下。加玉米冷的这里。哎，啊。知道吗？啊，要喝啤酒的，这里也有啤酒啊。套餐饭、碟仔饭，啊，有这样多选择。对啊，套餐饭也是选择也是蛮多。选择。哦，对，饭这样多，好选择。而且价钱也不贵啊，不到十块，行不？大众化。对，我们叫薏米水。哦，来呀！煲炖汤，这是莲藕排骨汤。莲藕排骨汤炖汤，莲藕。
哦，那个 lemongrass chicken 啊，香茅鸡。现在是连锅排骨汤还有排骨肉。有那个鱼是比较汤比较香，比较甜。以前煮汤全部都是放鱼的嘛，是吧？比较甜。家里煮汤的话，有意思啊。你往南包。thank you。哦，这个花篮包是这样的。啊、哦，它不是沙包的，我以为是沙包。这个也是杭鱼花篮包 ，lemon glass chicken。辣椒加蒜头，好，香油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很香啊。好喝。辣鱿鱼，辣椒很香，很甜啊。这味道是有就很香，很香，味道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很开胃啊，嗯，会辣吗？这个，还有辣椒干，很香，甜甜辣辣，嗯，莲藕汤，嗯，小排骨。酱和花篮，嗯，要吃它的那个 lemon grass chicken， 香，要吃它们 lemon grass chicken， 放炸很脆，脆，嗯，哦，很香，它跟黄姜鸡一样啊，黄姜炸鸡一样啊。刚才吃了总共41块，吃饱了。